家好，我是阿元。其实也隔了一段时间呢、啊，我是没有去整 Cherry 了，所以今天好意思啦，各位。OK， 在这一个计划开始之前呢，我先要让你们知道这一款 App， 它的名字叫做探探等等，它就是一个这样子，好像一个虎。哦 ，OK， 这一款探探呢，它是一款切实的交友软件。然后，如果你是单身的朋友们，或者你不是单身的朋友们，也可以玩这个 app 的。但是不单身的是最好不要玩呢、啊。OK， 所以我先让你们了解一下这款 app 它里面的操作，它里面的功能，刷啊。OK， 如果你看到你好像符合你的口味的对象，你就可以点这个 love 这边点下去。如果对方刚好他刷到你的照片的时候，他也点了你的 love 的话，这样子你们就可以开始配对，然后开始聊天了。所以这一款 apps 呢，它爽是爽在于，你觉得这个女生她爱你，可是你点下去的时候 ，Oh shit， 她刚好已经点了你哦，哇，那种感觉真是很兴奋，懂吗？就好像你暗恋的那个人，他刚好他也暗恋你。就是这一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探探在这方面真是做到很有那个 feel， 对，很有那个 feel。OK， 另外一方面呢，其实探探呢，它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，好像你可以在你的设置这一边，你可以选择你的比如讲距离那个范围，就是它可以帮你搜寻到你的附近多少 km 里面的对象，然后年龄层你也是可以 set 的，比如讲这个是18到25岁。你可以 set 18到50岁，50岁咯，听好来，50岁。OK， 所以当你全部东西 set 好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回到去探探这边，你就哇 ，Oh shit， Holy moly， Holy moly， 还复活 ？Cherry 在上面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其实我刚才在开牌之前哦，我已经有。点了几个心仪的对象，马上就没有，因为我今天的计划呢，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会，哦，是立刻就有，几秒前我点的那个，刚好他之前也点了我，他已经跟你配对成功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点击发送信息，看到吗？连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开始开启你的撩妹模式。我讲了这样久了，我还没有讲到我今天的 plan， 我今天的 plan 哦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就是等一下哦，我会偷偷 set 好 camera， 然后我会在 Cherry 的面前跟其他女生聊天，然后语音信息，然后约她出来，然后我要看 Cherry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，所以我们就 let's go。OK， 现在我依旧的已经把相机藏在这一个地方，但是我觉得成功率应该不高啦，因为毕竟我也 prank 过 Cherry 这样多次了，所以我觉得他多多少少对相机的位置会有一点敏感。OK， 现在刚才我匹配到那个这个女生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女生，所以我应该会两个里面随便选一个来跟她聊天，然后要弄 Cherry 吃醋。我笑也真的。你玩吗？这 app？ 我是暂时还没有玩呢、啊，反正我有了解一点了，其实。等下你看我刚才就刷到这个。哇，这个真的没几个。没、欸。啊，几岁啊？这个。24。嚯！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开始跟他聊天。我觉得你直接聊天了，可以解决啦，做个朋友也好。可是我觉得在聊之前，我应该要先测试一下他是不是真的，他是不是真的。真的。可能还用假照片。可是但是不会有假照片的，我听说。是不会啊，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多了一些，他们有点严格，就是他们要审查你是真实身份，还有你身份证那些。对，所以这个多少？多少？我们在研究这个探探的 app。对。你看这女生美，我去跟她聊一下。语音啊。你好。你。会有。哇，来直接听啊。是 KL 人。哇 ，KL 人哦。没有，我觉得要叫他现在直接发现在的照片。比较真实感。对，有没有真实感？他做到了就 OK。你可以
发一张你现在的照片来看一看吗？我老也够直接了你。哎，输入中啊。要我来，这么快没？哇 ！Holy shit！ Oh shit man！ 一模一样呢。嘿嘿，是有点差别、啊。而且这个是好像是现在在家那种感觉。对对对对，是有点差别的意思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哇！干将了，小鱼他现在真的是得空了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他现在得空了。真的得空。讲我先问他什么？问你一下，你有看过我吗？就你看我照片的时候，你懂我是谁吗？小鱼，如果他认识你，他就觉得哎，怎么你用蛋蛋这个东西？喂，死完应该觉得奇怪。奇怪，哎，难道还要找小三这样？很快他回复诶，快啦，现在。哇！那你是那个 YouTuber， 结果讲的是别人的名字。没有，你这样巧吧？你很漂亮，你就是你的照片看起来很有气质。我在后面来听的吧。哇，他懂你有女朋友的啊？懂。OK， 这样我要干什么？他讲在，他在我后面，但是 OK 的啦。我称赞你是 OK 的。是吗？确实是你的，他确实是。哇，你竟然约我啊！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即时。将你女朋友一个来吗？将你女朋友一个来吗？他是什么跟你不熟？我觉得你不要去啊，我感觉。我要回答什么？我觉得直接 on 了啊。直接 on 妹。on 了。直接 on 妹。直接 on 妹。我应该只会我一个人罢了，所以时间地点一定啊！啊，你赶紧要去哪里？我一个人罢了。No！ 那你有一只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你玩了哎。大家开心一下。对、okay, ，我问你啊，像如果该的行为举止是真的话，你会讲？讲。哟。哟，就这样哦。哇 ，shit。OK， 这样你就可以去了。够力了，我已经没有价值了。你已经没有了，没有利用价值。OK， 像该那个探探的女生，就让欧尼去跟她约会。欧尼，来。我老了。哟。我还陪你演到这样。是哎，这样子方便我。在后面看到啊，所以你看到 Cam 的时候，你有跟 Cam 做什么颜色？有啊，你自己看啊。哇，太难了，很难了，这三幺 play 啊，难度很高了。没有这样容易了。哼 ，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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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又
又回到了这一个地方，然后对今天我的二诊计划实在是非常的成功。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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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come 这个算是成功没有？没有，还没有反义词。OK， 经过了我刚刚的实验之后呢，我已经证实了探探这个软件呢，它确实是真实身份，因为现在探探多了一个新的系统，就是这一个认证中心。然后哦，这个认证中心呢就是这样子的，你点进去呢，它就会让你认证。虽然我该已经认证成功了啦 ，OK， 已经认证成功了，就代表我这个账号确实是我的户口。你一点这个认证系统呢，它就会出现一个好像一个框框，然后还要你自拍，然后还要你正面对着你的相机，然后它就会看一下你的样子跟你的头像有没有符合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是不可能会有假户口的存在的。OK， 所以如果对探探这个软件有兴趣的单身朋友们，或者是已经不是单身的朋友们，你们都可以欢迎点击那个说明栏下面那个连接来download探探这个 apps。要相信，来download探探这个 apps。所以祝你们脱单成功。拜拜各位，我们下集见。女神耶，突破600,000订阅啦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冲向700,000订阅。OK， 在我700,000订阅的时候，我将会送出 iPhone 11 Pro。 首先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订阅我这一个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 follow 我和 Cherry 的 Instagram。 在我到达700,000订阅的时候，我就会随机在一个影片的留言区再随机挑出一位幸运儿，把这一架 iPhone 11 Pro 送到你的家。而且当我抽到你的时候，我还会让你自由选择你想要的手机颜色，我再去购买你想要的颜色，然后再寄到你的家。不管你是住在任何一个国家，我都会把这一个幸运的奖品送到你的家门口。那抽到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是有订阅我的哦，不然我就会再重新挑过另外一位幸运儿，所以不要骗我啊。 OK， 就让我们一起迈向700,000订阅吧。 Woo!